少年的，你不简单，不过去小想看卖。这当然啦，这大代志呢，你想要愈多，愈详细，对咱爷也做会更加有帮助。啊，既然公事拢讲完啦，那无恁两个是去无闲啦，我甲议长吼，佫有一寡话要讲。是，我想讲是。 我唔知咱两个阁有啥物话好讲诶。我甲你是无啥物通讲啦，啊，不过吼，你甲吕轩轩，看起来这吕轩轩真正是你的弱点哦。你对我别讲啥啦。哎呦，你要遮尔紧张啦？啊，伊不过就是你甲亲友救命稳定的查某囝，你反应遮尔大，我也感觉足奇怪呢。 今麦是毋是会当签字啊？你顶间毋是讲要叫你的助理来向阮详细说明，也无人来啊。而且你今麦嘛无客户书，哪有可能讲要签就签啦？一条，原本我有查客户书，遐毋过拄则雨钱也着做大个，所以客户书拢冻起啊。请问恁遮是毋是有印表机，啊是我会当用手机啊传互恁？ 计划书哦，我看过啊，无啥物大问题啦，就直接签签的啦。无敢讲我信袂过我家己的外甥啊。若毋是讲真有决心、甲信心，伊要哪会遮尔啊坚持啊？迄话毋是安尼讲的啊，这名若签落去，咱就有责任的。即马白伊遐尔侪代志，咱若是签名，啊、哦！ 就敢若为着要烧天哦，迄风险烧大啦。你看袁勇对康奎这尔有决心，就知影伊对未来的规划哦，袂差到倒位去啦。参像即款无清无楚的客户案啦，你叫我要安怎烧天，要安怎背书啦？一张，敢讲你认为温瑞德真正比我好？你的客户案，确实即马，甲伊也无得比的啦。 客户若无遐尔好，你会当参加袁勇的团队啊！你若参加了后，你就会当甲伊斗相共，你就会当甲伊教。我知啦，讲到底，你就是要甲袁勇斗做家己人啦。对哦，你真正愈讲愈离谱诶！好啦，我的意见你若毋接受，毋听哦，我出去。你甲我等一下，你要出去会用，你甲客户事搞签签，你再出去。 袁勇，去甲客户书，还佮合作意向书，传一份来寄我的信箱，我连咪叫助理印出来，马上签。是。你真正要这样尼无讲理？凊彩你安怎讲？非得我就是无可能予袁勇输予陈雪英啦！伊甲我阿姐甲袁志还甲这尼啊凄惨，这边我绝对要替袁勇讨回来啦。